这条就是有名的玩具街。看到呀！啊，刚拍的，应该是刚好在卖玩具。很特别，模型蜡笔小新。应该是玩具街没错，太多小朋友。然后他衔接这条就是登山用品的，登山用品的是蛮值得逛的。那如果刚刚有需要的话，我是都有带玩具乐高，大大的乐高。好大只的金球。这个习惯，假日就是带小朋友来这里耍。不来好像对不起小孩。万圣节的活动。엄마하민이다리가아파서얼른가고싶대여기아파여기아파2000块旋转的。兰花，然后那个桂花树，对，这边就是卖花一条街，凤梨，这个鹿角蕨。
情况。我又整条路到底，全部都是慢工。前后两边都有。今天29号，来参观青瓦台，要护照，可以进去。它好像开放500个名额给外国人。青瓦台旁边的小公园，是让人家觉得蛮悠闲的地方。厕所，前面厕所。之前我从那个上面那座山，白月山，下来就是从这边过来。然后这个青瓦台那个时候是有管制的，所以不能进。然后就从这边，然后去南山。早一天来上面爬那个山。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造型，以前不行。外国人要现场登记，然后可以从大门。여기예약하신분들개인예약하신분들영빈번앞으로가셔서입장바꿔도들고他说九点现场申请的话是9点到1点半。哎，奇怪。昨天怎么没有跟我讲？对，景夫们跟青瓦台，就是这个上面全部是那种银杏。哦，明天我就坐7212。국방하는 사람들이
한번 앞으로 가셔서 입장 바꿔도 들고 저희 직원분들에게 확인 받고 주황색 조끼 입은 저희 직원들에게 这个也有一个市场是很有名的，就是聪人市场，聪人市场的意思，它就是要换钱币，然后钱币来玩。聪人市场，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了。水饺，最近流行的话，好多人在排队。现在是工作日的。这个罗汉就是可以吃东西。买完东西之后，可以上去上面去碰一碰。中人市场。现在有表演的，这里就没什么印象。这边。不能里面。
它有不一样的玩法，就是它有些店家你看，它会显示一个通人货币的话，它就可以使用20000多一点猪肉。吃的是那种栗子蛋糕，以前在我在那个釜山的时候，那个栗子蛋糕好吃，很香，很香，6000-7000块而已，超便宜。看那个阿姨在把那个货币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哦，也有左边的部分，所以它应该就是今年销售不错，所以可以听到它算钱了。几十货币的，8coin，8千。一个 coin 1000块钱，这样子一整排，然后它就是8000块钱，像这样子。8000块就相当于150，你看这边排队的人流，那它应该是很好吃。它的强调是有30公分那么长，嗯，这样，一整排30公分的披萨。很久前我有看过一次，包煎饼绿豆饼，我觉得有没吃过可以试试啊，那个。